唔好油片。嗱，我哋今日咧睇下電視，咁睇下啲怎么样？有什么要讲的？啊、哎呀，我要讲，要讲清楚啊！谢谢，就是我们真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对，我就是角色而已，是剧情。但是观众很喜欢我，很多评论我。哦，可能观众有差不多的经历，我们没有，所以想不多。就感谢观众吗？对啊，感谢观众看得那么投入，那么紧张，就是那么支持我们的剧哦。对，因为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每一个电视剧都需要，或者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感情啊，或者是亲情啊，或者是一些我喜欢你的男朋友的女朋友啊，这样子都有很多的，对吗？但是我们在一直想怎么样可以令到观众看得投入了，这个剧情很重要了，也还有就是演员要真的演得投入嘛，就是观众看起来就好像身边一个朋友一样。你明白吗？哎呀，冰哥，他又这样子了，就每天会看了，这个很久都没有这个感觉了。还有就是这部戏，还有这个感情戏，我自己也谈了很久，包括我跟他也谈了很久。我们会怎么去演呢？或者是现不现实了这样子？因为比如说，虽然我是男生嘛，但是我觉得酒。喝酒三分醒嘛，对吗？还有就是这个女生或者是老婆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感觉不到或者这个她的香水的味道或者什么呻吟，你都完全不知道，就是你喝醉了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嘛。所以我一直都跟就是幕后都谈嘛，但是她给我的答案就是已经很明确了。现在差不多昨天已经播我们这个段落，这场戏出街嘛，都反应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果然姜是越烙越辣的厉害。他们都想到，是我们当初想不到而已。对对对对对。